榴莲伴随平安师进藏讲堂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很辛苦，咱九班的点玉啊，谢谢。下一轮欢迎的来自我们淡水何逸轩。也谢谢我们教班会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谢谢。哇，大家可以看到吼，男二组吼，新雕吼，都是整个的鲜花的装置艺术吼，非常非常漂亮哦。来，现场好朋友，大家用掌声来恭送我们蓬莱二组。真的，如果要看到吼，那个新的我呢，整个鲜花这样布置哦，真正是伫咱板主岛拜拜的时候，咱前阵中心哦，落雨的时候，大家在看会到哦。